今天起，我们把小波的思想引入到 MRF 随机场中间。我们来构建这个所谓的 multi-resolution Markov random field。它的基本的思想就是，我们知道单尺度的 Markov 随机场，如果它在领域系统比较的阶数比较高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如果是选三阶领域，或者说四阶领域，或者更高的领域的时候，那个计算量就会是指数级的增长，这样的话计算就会相当的困难。但是实际应用中间又常常会碰到这样的需求，因为如果我们只选一阶或者二阶的话，我们看如果是这个图片，或者说这是一个肿瘤的一个系统，它的每一个像素是表示每一个细胞的话，那么它的这个细胞是癌症细胞，或者说是正常细胞，它不仅仅是只跟周围的两个细胞有关，而是说跟周围一大片的细胞都是有关的。这样的话我们就说他们这个相互作用是高阶的一个相互作用，就是我们就要引入高阶的领域。但是这样的话，如果用单尺度的 MRF 的话，计算就会相当的困难。如果我们引入这个小波思想来构建一个多尺度的 Markov 随机场，那么我们就有望把这个计算的复杂度大大的降低，这就是我们引入小波思想的这个动机。好，它的基本的思想就是这样的。比如说这个是最，这个是原始的那个数据场，然后 X 是它的 Lebesgue field。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往上走的话，每四个 pixel 对应于一个 pixel。我们就相当于把它分辨率降低了一倍， X 方向上降低一倍， Y 方向降低一倍，这样我们就得到更粗尺度上的一个随机场，我们把它记住 X1。 同样的我们可以得到 X2， 就是再高一个尺度，这样就是更粗糙尺度上面的一个随机场。好，我们先把我们的这几个符号把它定义出来。我们的 Y， 我们先看这里是我们的模型 Y， 记住这个 data field 就是我们的数据场。 X 呢，它是 labeling field。好，也就是说X 中间它的任意一个取值是属于，我们可以记住 XI 吧，1 2一直到 K， 也就是说我们它是对这个数据场进行分类，可以把它分成 K 类，像我们之前讨论的把它分为癌症跟非癌症的话，那么就是两类， K 就是等于2。然后这个不同尺度上面的这个随机场，我们把它记作从 X0 一直到 X2， The Lebesgue field on different scale。 is X0， 然后 X1一直到最初尺度的 XL，X0 是表示这个最精细尺度上面的，也就是原数据场的这个标记场。X1 呢就是粗糙一个尺度，就是 X 方向跟 Y 方向上面两个方向上面都压缩了一倍。一直到 XL， 这样这里就只有一个像素。好，我们来记住，就这样记住。然后 SN is the lattice system， 或者说 grid system， 也就是点击。on scale， 比如说在这个尺度为一的上面，
它这个点击就是这四个点击，然后在这个上面，在这个位置上面会有它的这个数据场或者说标记场，这个 S 就是描述它的 position 的。好，然后它的规则就是更粗一个随机场上面的这个像素对应更精细尺度上面的四个像素，这样一对应下来。而且它这个对应关系是具有马尔可夫性的，我们说它的性质 property， 第一也就是它的马尔可夫性，也就是说 PXN 等于 X， 也就是说这个是随机变量，它取这个值在 X， 这个是大 X， 还有等于取这个值，然后 L 大于 N， 也就是说在任意一个尺度上它的标记场只跟更粗尺度上面的标记场有关，因为它是从粗尺度到更细精细尺度这么一映射下来的，也就是说这个精细是 X0 是由 X1 或者说是由 X1 以上的映射下来的， X1 呢它就是由 X1 以上的映射下来的，而跟这个 X0 无关，因为 X0 是由 X1 所延伸出来的。好，那么就是这么一个映射关系，这个概率它会等于 xn xn 加一等于 xn 加一，也就是说它具有马尔可夫性。它的这个映射关系虽然是从上到下映射下来的，但是它只跟它往上更粗一层的那个表的那个信息有关，而跟再往上隔一层的就没关了。隔两层就更没就没关系，就只跟它相邻的这个有关，也就是说等于 PXN 然后 XN 加一。好，这个就是马尔可夫性。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独立性，这个意思就是这样的，我们写成式子的话就是这样， XN我们已经知道它的这个条件概率就决定了这个 xn 是取怎么样，是取什么样的值。好，我们再把这个 xn 写开的话，它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这个 x 这个是一个集合 xen xrn 一直到XSN X。 好，我们这里总共有多少个值，有多少个点，然后呢其中这个 S 是属于它的第 N 层上面的这个 lattice system， 然后一个条件概率，我们把这个条件写在这个里，这个数感表示条件概率，然后呢它这里也有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说 Xn 加一，一，然后 x， 我们把它记作这个，同样 s 属于 ds， 第 n 层上面的这个点击，这个是这个集合就完完全全的表示了这个 xn， 因为什么？因为在第 n 层上面的这个点击，它一一对应上去，它会有一个领域。我们用这个东西表示领域，也就是说这个点它的往上面的这个领域就是这一个点，这四个点它的领域是唯一的对应这个点，这四个点的领域就是对应这个，我们这个领域就是用这个 DS 来表示，也就是说往上跟它相连的由它所映射下来的这四个点，那么立推上去就是它的领域。好，这个它就会等于 P，然后因为什么，你看啊，这个 X1 它是由
我们所任意一个点，它是由上面的它的领域所映射下来的，所以说它只跟它的这个领域有关，因为它是由这个领域这个点唯一的延伸出来，而跟其他的点虽然说也是往上一层的，但是其他的点没有跟它没有关系，也就是说这个就等于 x1n， 然后条件概率就是 x， 我们把它叫做第一个点的它往上面一层的领域。好，然后同样我们可以一直到这个 xsn 加1，就一直这么乘下去，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s 属于 sn dn 层上面的点积，然后 xsn。好，这个式子就说明了，如果是更粗一级的这个更粗尺度上面的这个数据已经给值的情况下，这个标记场已经给值的情况下，那么它所对应的更细更精细一级尺度上面的这个标记场的这个取值，它们相互之间是独立的。我的意思是说，这个更精细尺度上面的这个 lattice system 上面的这个点击，它们相互之间是独立的，虽然说它们跟这个更上面一级的这个取值有关，但是它只跟它的领域跟上面一级的这个领域的这个点有关，然后这个乘起来就说明它们是相互独立的。好，然后第三个性质就是说，这个数据场啊，数据场，我们所谓的数据场，也就是说它是在最精细尺度上面的这个数据，也就是原始的数据或者说原来的图像，它只跟最精细尺度上面的这个标记场有关，也就是说他们也是相互独立的 PYS XS0。 为什么？因为我们看任何一个标记场确定的情况下，它会对应一个数据，因为这个数据是怎么产生的，你看如果这个是 X1 的话， X10 这里对应的是 Y10， 然后我们把这个记作 X20 的话，这个就是对应的 Y20。 它这个数据是有它的，我们如果想象这个是癌症细胞的一个二维的数据的话，一个肿瘤切片的一个二维的数据，它会有的地方是肿瘤，有的地方是非肿瘤。如果确定的这一块地方是肿瘤的话，那么它的数据的取值就只跟它就相互独立了，就相互之间是独立的，它只跟它的这块地方它的标记有关，也就是说它只跟它的取值只跟它到底是癌症或者说是非癌症有关。如果说是癌症，它就服从一个分布，如果说是非癌症，它就服从另外一个分布，也就是说这个它的数据之间是相互独立的，而是它只跟它这个所在位置的这个细胞的性质有关，而这个细胞的性质我们是用这个标记场来决定的，所以说就会有这么一个相互独立的一个关系。好，我们再来看它的联合分布，也就是说 joint distribution。这个数据场跟标记场它们之间的这个联合分布，我们看，也就是说这个 P Y 然后 X N 等于它取这个值，然后 N 大于等于零，也就是我们要求这个。这个的话我们可以写成根据这个贝叶斯公式 XN 取 XN
然后 n 大于等于零，然后呢，这个 xn 等于 xn，n 大于等于零。好，根据贝氏公式有这么一个结果。然后根据上面的我们讲的这个独立性，它只跟这个 y 的取值只跟最精细程度上面的这个标记场有关。好，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直接把它写作 y， 然后这里呢就是 x0， 就是这个式子，然后这后面这个式子我们把它搬下来。好，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再分析后面的这个式子，也就是说这个 PXN n 大于等于零，我们看它是由什么一个式子所决定的。我们又利用这个贝氏公式 X0， 因为 X0 等于，也就是取 X0， 然后呢这个 xn n 大于等于1乘以这个 pxn n 大于等于1，因为这个概率啊它实际上是一个集合，也就是说它是 x0 x1 xl 一直到 l 最高的一层，它实际上是这个的集合。那么自然而然，这也就是一个 joint distribution， 这个 joint distribution 又可以用这个贝氏公式把它展开。好，那么我们有了这个之后，我们又可以把它展成，因为根据这个马可夫性 X0 它是唯一的由 X1 所决定的，虽然说是 n 大于等于1，实际上它只跟 n 等于1有关，跟 n 大于等于2的部分是没有关系的。那么这个部分就是 xn n 大于等于1。好，那么对后面这一部分我们又可以用相同的办法，也就是说 px0 x1 后面这个部分呢，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px1， 因为 x1 就是用同样的办法， x1 只跟 x2 有关，那么后面就有 pxn， 然后 n 大于等于2。我想后面的部分大家就已经知道了，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把用同样的方式把它一直推到最高一层，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像素的情况，最初一层乘以这个 PXL-1， 然后 XL 乘以这个 PXL。 好，那么我们把这个式子的结果带到这里面来，所以我们就有了这个离合分布啊 joint distribution。 是什么一个情况呢？ P 我们写 y 等于 y， 然后 x 等于 x 会等于这个 P， 前面这一部分我们可以照写y， 然后 x0， 后面的那么就是 pi n 等于0一直到 l 减1，就这一块我把它写成一个统一的形式乘以 xn 加1。好，这一块再加上最后面的这个 pxl， 这个就是它的 joint distribution 的形式，也就是说我们数据场跟这个标记场它的离合分布。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具体的多尺度 MRF 的模型，它分为两个，根据它这个上下拓扑关系的不同，我们把它分为一个是视差数模型，一个是金字塔模型。好，第一个是这个Quad tree， 它是这样的，它的疑点
对应上下四点，就上面一个更粗一个尺度上面的一个像素，对应更精细尺度上面的四个像素。那么同样道理，这个尺度上面的四个像素，它又对应下面四个，这样就有了16个。每一个像素对应往下面对应四个，就这样。好，那么它的转移概率，我们把它记作这样，Transition probability 是这样的，也就是说 XS 第 N 个层面上呢，跟它往上一级的，因为第 N 个层面上面的这个数据是唯一的由它往上一层的这个信息所决定的，然后我们说这个细一个尺度上面的取 M， 然后呢粗尺度上面的是取 K， 这个转移概率是记作这样 Theta N 0然后乘以这么一个函数，我们把这个叫做 sampling function， 也就是取样函数，再除以 M。 注意这个 M 是最大类别， M 是好，注意这里的这个 M， 我们最好把前面这个 labeling field 的取值啊，来记作1到 M， 也就是说它总共可能取的类别就是 M 个类别。如果说我们这里是做癌症跟非癌症鉴别的话，那么就是两个类别，一个是癌症，一个是健康，然后或者说非癌症。好，那么这里 M 就是可能的这个取值的类别数，其中 sampling function 就是这个，它是这样定义的，如果 M 等于 K 的话，它就取一，其他的话否则它就是取零。当且仅当 M 等于 K 的时候，这个取样函数是等于一的。好，然后这个 theta N 0它是一个概率，从0到1，它是一个什么概率呢？它是从尺度 n 加一，从这个尺度，从更高更粗一个尺度 n 加一到更细一个尺度 n， 它的类别标记保持不变的概率。我们就可以把它直接理解成一个参数，在后面我们会估计这个参数。那么它的这个转移概率就是由这个来定义的。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这个金字塔模型，第二个模型 Pyramid Model。 它这个四常数模型它有一个缺点，就是说你看，比如说这个 A 跟 B这两个点，它在这个更细一个尺度上，它实际上它们是相邻的，但是呢它们如果映射到相邻的话，就说明它们之间会有产生相互的联系，但是如果它们按四常数模型来做的话，它们有不同的这个离域点，就是往上面一级它们这个负节点是不同的，那么 A 跟 B 就没有联系了，也就是说 B 它只由它的负节点来决定的， A 只由它自己的负节点决定的，而这两个的负节点是没有关系的。
这样的话就没有利用到 A 跟 B 之间的这个相互作用的关系，它最后会产生一个块效应，就是说它分类出来会是一块一块，就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那么要克服这个缺点，我们可以这样，比如说这个 A 这个点，它的复结点不止这一个，比如说这个也是它的复结点，这个也是它的复结点。也就是说我们如果对 B 的话，你看这个是它复结点，这个也是它复结点，也就是说每一个子节点它有三个复结点，这样映射出来的这个模型我们就叫做金字塔模型。也就是说这个每一个点的领域它的三个，比如说我们说这个 IJ、如果有一个像素，它在横 X 方向，在行方向，它是属于 DI 行，然后呢它是属于 DJ 列，这样一个位置，那么它的领域点，也就是说它的领域点有三个，第一个是这么计算的， I 除以2，然后J 除以2，这是第一个领域点。这个符号是表示向下取准，比如说这个是 0.1 的话，那么这个取出来向下取准就是0，如果是 1.9 的话，那么向下取准也是就是等于1，就是向下取准这个符号。然后第二个领域是这样，也就是通过这个式子可以找出它的三个复结点i， 然后就是 j 除以2，我后面会跟你讲这个 odd 是什么意思。 s3 就会等于 i 除以2，然后呢 j 除以2，这个 odd 呀 odd i 就会等于1，如果 i 等于I 是奇数的话，如果它是偶数的话，那么这个 odd i 就是负一。好，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对任意一个像素，那么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式子找出它三个复结点。好，那么这个金字塔模型它的转移概率是怎样的？是这样的，就是说 P X S N， 然后它是由它的复结点所为决定的，我们把这个记住。但是现在它有三个复结点了，I、J、K 这三个复结点，这个 I、J、K 是表示说它这个三个复结点的这个标记，三个复结点它的类，也就是说这个 X 区的值，而不是这个 I、J 跟这个第几行第几列，这个是不同的一个符号，这个就会等于 P。X S N 等于 M， 我们只是把前面那个式子再写一遍，这里面并没有这一步并没有进行推导。然后呢还有第三个，它有三个复结点，也就是说它的值是由这三个复结点所决定的。那么这个转移概率就会等于 theta n 一除以7，然后这个就是另外一个参数了，三倍 delta， 这个同样还是采样函数，然后两倍 delta m j 加上两倍 delta，
这个 MK 再加上1减去 Theta N1 除以 M， 我们把这个式子记为 2.17。 那么这个参数它的意思就是其中啊，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我们要估计的参数，它也是一个概率，从0到1，只不过跟上面的这个 theta n 零是刚好相反的。这个 theta n 一是表示说，尺度 n 上面的像素的标记，跟在尺度 n 加一上面的某个领域像素标记相同的概率。跟上面那个是刚好相反的，后面我们会估计这个参数，也就是这个式子就定义了它的这个转移干预。好，然后我们来看我们的这个分割算法。Segment algorithm，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图像分割的问题。就是我们说这个一个二维的肿瘤或者三维的肿瘤，我们就是把它分割成两类，有一个数据场在这里的话，我们要把它分割成两类，就是一个癌症标记场，一个非癌症标记场，但它们属于同一个标记场，只不过是取两个不同的值，我们给它标上两个类。那么也就是说这个 X 的估计啊，它是要使得 C X X 使得这个代价最小。我们说这个 C X X is the cost when the real labeling field is capital X, while we label it as small x。 也就是说它的真实的这个标记场是大 X 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我们所估计的这个标记场小 X， 那么这个两者之间会有一个差别，这个差别我们就用这个代价函数来定义这个差别，也就是说有多大的差别的时候我们会付出多大代价。然后我们要做的就是我们要找一个这样的 X， 使得我们的代价，我们因为错误所付出的代价的期望最小。在我们已经给出了这个观测图像这个数据场的情况下，这个数据场是可以观测到的，但是这个标记场我们是观测不到的。好，那么这个代价函数要怎么定义？我们用这个序贯最大后运概率统计来对这个代价函数来进行描述。 Sequential maximum posterior， 也就是说这个 SMAP 算法，它代价函数这样定义的 C SMAP 大 X 小 X 会等于二分之一再加上 N 等于零，从零到 L， 然后2的 N 减一 CN 大 X 小 X， 其中这个 CN大 X 小 X 会等于一零 ，n 大于等于 k，n 小于 k。也就是说，在这个如果是在 dk 个尺度上面，也就是说啊，我们如果从上到下这样，我们只画二维的话啊。
然后这个这样下来。好，如果在第 K 个尺度之前，越往上这个数越大，一直到 L， 越往下来一直到零，越精细，这个是越粗越粗糙，这个下面是越精细，一直到它的原数据为止。如果是在第 K 个尺度往上，也就是之前啊，它是没有差别的，是没有差别的，也就是说大 X 等于小 X， 你这样分出来那跟原来的是一模一样的话，也就是在这个尺度更粗糙以上，包括这个尺度，在这个里面是没有出现错误，那么这个代价，在这让我看一下啊，这里应该是小于等于 K， 这里是大于 K， 那么这个 X 等于 X， 那么代价就是零。在这里呢，它的 x 不等于 x， 也就是说在从这个地方开始出现错误，那么这个代价就是一，那么这个总的代价就是按这个东西来衡量。好，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如此定义这个代价函数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标记场的估计，这个式子就这么写。我们要使得这个代价的期望最小，因为我们的错误而付出的这个代价的期望最小。我们把这个代价函数带进来，那么就有 arg min。x 一，然后二分之一再加上 l 等于零到 l 二的 n 减一，就是我们的代价函数。好，然后这里应该就是 cn， 我们就原原本本的带进来。然后就是数据场，我们要使得这个期望最小。好，我们来看第一项是个常数，那么这个常数的期望就是二分之一，就是常数。我们要使得它最小，那么这个常数是不影响我们的这个取值，我们就可以把它扔掉。那么就是这样，就是 sigma n 等于零到 l， 然后2的 n 减一。好，我们把这一项写作另外一个东西，一减去这个我们把后面这一项写作这个 c n 一撇大 x 小 x，它的取值就跟这个 cn 刚好相反， cn 取1的时候，那么这里就要取0，以保证 cn 取1， cn 取1取0的时候，那么这个 cn 一撇就是取1，就是刚好跟上面相反，然后 y。 好，那么这个就会等于 arg min， 那么又一项常数跟这个里面，那么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提出来，这个 n 把这个加和提出来，让它这个期望取到里面去，那么这个1的期望是1，那么就是取这个的期望 cn 一撇大 x 小 x， 然后呢，但这个期望是有条件的y。 好，那么因为这个 cn 一撇大 x 小 x， 它会跟上前面刚好相反，就是前面的话取1的时候它就取0，
而前面什么时候取一？前面取一的时候，就是说它有错误的时候，对任意的 i 大于等于 n 的时候，也就是说它有错误的时候，就有代价的时候，前面是取一，而这里代价是零。那么没有任何错误的时候，对任一个层面上它的分类没有任何错误的时候，它代价是这个是一，之前的代价是零，因为这个刚好是相反，那么就取一。好，所以说这个 x 的估计它就会等于我们就直接看这个里面就行了，我们就看这个这一部分吧，也就是说这个期望的这一部分一撇，然后大 x 小 x y， 但我们这里还要一个 y 等于这个数据场的情况下，就会等于零乘以这个 p， 它取零的条件的概率，这个期望就是它要么取零，那么零乘以它取零的概率，它取零的概率就是它不想等有错误，分类有错误的时候，再加上没错误的时候，它的值取值为一，那么这个就会等于 p x i 等于小 x i 对任意的 i 大于等于 n。所以说我们有这个 x 的估计，就会等于我们带到上面那个式子，带到上面这个式子来，那么就会有这个 sigma n 等于零到 l。我们这里把这个2的 n 减1次方写成这么一个形式，那么就有一减去把这个带进来就行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取 y 的一个条件，那么就是因为这个条件期望就会等于这一项这个概率，也就是说没有错误的概率。好，那么我们要使它最小，我们就相当于使，因为这个是一个常数，就相当于使这一项概率最大，也就是说使后面这一项概率相当于使后面这一项的最大，就相当于使它最小，使前面这个最小。然后 y 等于 y， 我们这个把它记住 2.22。 那么这个根据这样定义出来的这个代价函数，我们就有了它的这个分割的准则，也就是说要找一个 x， 找一个标记场 x 使得这个式子最大。那么从这个式子可以推导出一个递归广方程来估计我们的每一层上面的它的这个标记场。这个 L 是最粗糙一层上面的，也就是说只有一个像素的情况。然后 XN 就是任意一个层面上面的，它是通过这个式子来估计的。XN，然后呢已经估计出来了这个 xn 加1。但是这个条件概率是不太好计算的，因为我们的数据 y 它是由它的标记所决定的，而不是说标记由这个数据所决定的。所以说我们好计算的就是 y 在条件xl 的条件下，这个条件概率是好计算，但是这样倒过来这个后因概率不好计算。那么我们可以把这个估计式把它改造成一个比较好计算的一个式子，因为我们有这么一个关系，
这个后掩盖率会等于根据这个贝氏公式 y xl， 然后呢 pxl 除以这个 py， 所以说这个 xl 会等于 arc max xl， 然后我把这里正确带进来 pyXL PXL 除以 PY， 因为这个是常数，这个也是常数，那么它就会等于 Arc Max XL 然后 PY XL。 好，那么同样的道理，我们来看这个式子，也就是这个式子，我们看怎么改造。因为这个我们里面这一块 P X N， 然后在条件这个的条件下，它就会等于根据这个贝氏公式把它颠倒过来，然后 xn， 然后呢乘以 p xn 加 1y， 当然我们这里还乘以这个 p xn， 好，那么这个式子它就会等于这个 P Y X N， 然后乘以这个 P X N 加 E X N。 好，因为这个 Y 它只跟 X0 有关，它跟这个估计值是没关的，它们是条件独立的，可以把它写成这样。然后因为 n 它是大于等于0的，这个 n， 那么 n 加1永远是大于0的，那么这个是不可能是为0的，所以说这两个变量是相互独立的。然后乘以后面这一块 xn， 再除以下面的就是 pxn 加1Y， 好，然后后面这一块就是 xn 加一的估计值跟 xn 两者的这个joint distribution， 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写成 y xn， 然后我们再用贝氏公式 xn 在条件这个条件下，然后乘以这个 p xn 加一，要么这个下面有一个 p xn 加一，因为它们是相互独立的，这个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那么就有 p y。 好，所以我们把刚才推导出来的那个关系式带进我们前面的那个估计式，前面的估计式是这样的 arc max xn log p xn 再条件这个条件就会等于我们刚才推导出来的式子带进来，那么就 arc max xn，然后呢就是 log， 那么就是 py xn， 然后 pxn xn 加一除以 py。 好，这样
我们看这个是一个常数，那么跟 xn 有关的那么就只有这个两项了，上面的两项，也就是说等于 log p， 我们这段话这个两项的和就是跟 xn 有关的这两项，这个就是我们的估计式，对 xn 的估计式。好，然后我们来看这个式子要怎么计算，就第一项怎么计算，比如说这个 py 等于多少，好，我们令 ysn is the leaves start from s， 也就是说它是表示从这个第 n 层上面的某一个复节点所发出来的这个视差数分子上面的叶子，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在某一个层面上它会发出很多叶子来，它发出很多分子来，然后一个分子又会发出很多分子，最后在最精细层上面的这些点我们把它叫做叶子，这些节点最上面最下面这些节点，比如说这个这一点它就会发出一直到最精细层上面的，只要是上往上面追溯通过这一点，那么都是它的，都是它所发出来的这个叶子节点，我们把它记为这个 YSN 等于 YR，然后 DNR 等于 S， 也就是说YR 表示是叶子节点，然后呢它往上面追溯 N 个凝聚点，那么它的复节点就是 S，就是往上面追溯 n 个的凝聚点就是 s， 它们有一个公共的凝聚点。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 y x n 它就会等于 pi s 属于 s n p y s n x s n。这个要怎么理解呢？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叶子节点它们相互之间是条件独立的，它只由它的副节点所决定，虽然说这个不一定是副节点，它是往上追溯了几代，但是它都是由这一个 S 所发出来的，就是说这是一个集合，由这在第 N 个层面上面的某一个像素点所发出来的这个叶子节点的数据场是一个集合，这个集合它只由这一个副节点所决定，那么我们把这个副节点在这个层面上面，在这个层面随机场上面的所有的乘起来，因为我讲了它们之间是相互独立的，那么就等于这个集合在这个条件下的这个概率。好，那么这个密度怎么求呢？我们看这个密度可以用 the density， 可以用下面的方法 the density p y s n 再条件 x n
can be computed by the following recursion formula. It is P Y S N 加一，然后 X S N 加一 ，Y S N 加一 ，K X 取 K 标记场取 K 的情况下，这个就会等于。我们可以往上追溯一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 YSN 加一它是一个集合，也就是说它是这么一个集合，好，我们画一个图来更加清晰的表示这个关系。如果在我们说 S 是一个属于 DN 层上面的一个节点，它会发出很多叶子，在下一个上面，在下一层上面它会发出四个这个样的分支。好，那么这个我们四个点我们叫做 R， 它们有一个同样的附节点，用这个来表示，或者说有时候我们可以用这个 R， 它们有一个，也就是它 R 往上面的这个附节点会等于 S。好，那么我们如果把这个点发出来的这个叶子记住这个的话，那么这个点发出来的叶子 RN， 那么就会有这么一个关系。你看这个里面这个 R 有四个这样的它的子节点，这个附节点有四个这样的子节点，而这个子节点所发出来的所有的叶子到最后一层，就是这四个所发出来的子节点的叶子的总和，是不是就是等于它的副节点所发出来的所有的叶子？就这么，就这个关系，我们这里所讲的，就它所这个 S 这个点在 DNS 是属于 DN 加一层上面的，它所发出来的所有的叶子，就会等于它往下面一层的四个子节点所发出来的所有的叶子的总和的集合。好，因为有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这个 P， 也就是我们上面在讲的，我把这里写到这个上面下面来啊，也就是 P Y S N 加一，然后在这个条件下 Y S N 加一 K， 它就会等于，因为我讲的它是等于这个集合。而因为它又有条件独立，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所发出来的叶子在这个条件下独立，然后把它们四个乘起来，就是它这一只所发出来所有的叶子乘以它这一只所发出来所有的叶子，因为它们是条件独立的，那么它们乘起来就等于这个集合，也就是相当于这个是 joint distribution。好，又因为这个我们这里讲了 S 是等于 R 的这个副节点，也就是这个凝聚节点，就是我们这个可以写成 PYRN 然后 XSN 加一。好，我们再来看，在前面那个非受凝聚算里面，我们介绍这么一个公式，也就是说，对 C 求和，
这两个条件概率相乘就等于 P A 在 B 的条件下的概率。那么同样我们用套用这个公式，我们就会有在这个里面 M 等于1到大 M PYRN 然后 XRN YRN 小 M PXR 也就是这个 XR 它的取值，然后 M， 我们把这个 XR 就是相当于这里的 C， 对它这个求和变力，这个就会等于 XRN 加1，然后 YRN， 然后这里的 K。好，所以说我们把这个带到这个式子里面来，所以就有啊这个 PYSN 加1我们要估计的这个我们要求的这个值嘛，就是只不过我们这上面是在第 N 次，我们这里是用的 N 加1层上面的，我们把这个上表换一个就得到第 N 层了。那么它这个就用这个公式来算，就是 R 属于也就是这个，然后把这个条件概率这个条件概率换成这个，也就是说 M 等于1到大 M， 然后呢 P YRN XRN， 因为我们这里是 X、YN， 然后这个是 N 加1，而这个YN 它只是由它本这一层上面的这个它本层的这个的标记场所决定的，所以说我们要把这个下表换成是相同的，这样才好求，这就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然后呢就把这个换成，而这个由上一层推到下一层，这个就是一个转移概率的问题。你看这个里面就所有的都已经知道了，这个就是标记场所知道之后它的数据场它服从一个分布，比如说我们说是正态分布或是某个分布，然后这个就是转移概率，从上一层到下一层，从更粗一层到更细一层的转移概率，这个也是知道的。比如说是那个四叉树模型，我们前面定义了这个转移概率，是金字塔模型我们也定义了这个转移概率，只不过要估计参数而已，但是它的形式我们都已经知道了，然后这个就可以求出这个，在这么这个这样就是一个递推关系。它是一个什么样的递推关系呢？它是由一个最低一层的递推，最低一层也就是说更细一层，我们从 Y0 从 X0 条件Y0 在 X0 的条件下，这个我们是已经知道，也就是数据场原始数据场跟原始标记场它所服从的一个概率分布，我们这个是可以通过假设它服从一个什么样的概率分布得到这个之后，我们就可以得到它的更粗一层的概率分布，一直到最粗一层，也就只有一个像素，也是 YSL 然后 XSL这个的这个条件概率。好，这个有了之后我们再带入这个式子，带入到这个式子里面，那么我们就有了 PYXN， 有了 PYXN 之后，那么这个可以求出来，而这个通过转移概率可以求出来，就是我们这个的估计 DN 加1层上面的估计，然后我们取这个有一个转移概率，那么这个分割 DN 层上面的分割就可以求出来了，就是这样一个路线。好，下面总结一下我们这一节所讲的东西。
首先我们介绍了为什么我们要引入这个小波思想来构建这个多尺度的马可夫随机场模型，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简化计算，也就是说在单尺度下无法完成的一些计算，我们用多尺度模型可以加快它的计算的速度，使它可以计算。然后我们构建了这个多尺度马可夫随机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模型，然后我们介绍它的性质，特别是它在不同层面上它所具有的马可夫性，以及它的这个数据场各个数据之间的条件相互独立性，也就是它数据只跟它的标记场有关，而跟它相邻之间的数据场没关系。而我们讲的我们这个标记场它就已经体现了马可夫性，它这个马可夫随机场，它这个像素之间的这个马可夫性的相互联系是通过这个标记场来确定的，而标记场一旦确定之后，那么它的数据场就是独立的，条件独立的。然后我们给出了它的标记场跟数据场的一些概率函数，它们的联合分布。然后我们介绍了这个视差数模型跟金字塔模型。然后呢，我们建立了这个，也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图像分割模型。我们要对这个所谓图像分割，就是我们要对每一个像素进行标记，也就是找出这个标记场。找出这个标记场，我们的所遇到的准则就是使得它的代价最小，也就是我们总会有错误，我们要找出一个最佳的一个估计，使得因为错误所产生的代价最小。然后我们就定义了我们的这个代价函数，定义代价函数之后，我们就可以构建起我们的这个分割模型，我们要找出一个什么样的分割，找出什么样的一个标记场。但是我们所找出来的那个式子是不太好计算的，我们通过一定的这个转化之后，我们还找出一些式子，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所找出的 XN 它的分类准则。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些参数要如何计算，比如说我们这个参数要如何计算，我们就通过这个方法来计算，然后这个参数通过转移概率来计算。这就是我们这一节所介绍的内容。然后下一节我们会具体到参数如何估计，然后具体到这个模型如何求解，然后我们把这个模型应用到我们已有的这个数据上面，就是我们前面所反复应用的那个癌症的那个数据，就是说那个小鼠大脑那个切片模型的那个数据。然后我们看是不是真的这个模型能够比我们以前所构建的模型有显著的优势。好，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